你好，欢迎收听雨幕观后感，我是雨幕。今天来分享电影看片心得，一见钟情也可以是有原因的。我梦见纵然飘着雪，是的，纵然飘着雪、啊、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、啊、待会会解释。 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爱恨，不负他。很啤酒，纵然飘着雪。和以前一样，现在聊一下这部片在在演什么。这是一部英国的爱情片，描述一个女生是移民美国第二代，爸妈已不在，还知道有个姑姑，恐怕也过世了。某种辈分上要称呼叔叔的人抚养她长大成人。 他知道家人们来自俄罗斯，也记得叔叔时常看着老照片掉眼泪，却反对他去莫斯科追本溯源。这个小侄女啊，一生祖传的执着，就像她的姑姑三十年前从事间谍工作，任务不难，可是遇见心爱的男人而陷入纠缠，希望可以不负爱恨，不负他，纵然飘着雪。 Despite the falling snow，Altitude Film Entertainment 的这家电影公司发行的电影小说改编，那打个引号。这电影是小说改编，那打一个引号。s h a m n n Salif 编剧兼导演，Rebecca Ferguson、Andrew t r u t Anthony Head、Charles Dance 四位主演。间谍剧情很弱，爱恨比较浓，甚至支线女女恋非常抢戏。 是一部冷战风味的爱情片。对，现在东西就是如果没有那么百分之百的话，就加个风味好了。在这部电影有出现个人作品展、照片、相信爱情、吵架、重要人物死亡、下雪、孤儿。哎，有出现这东西，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。电影资讯：Despite the falling snow，尽管雪落，爱的亡命，纵然飘着雪。 都是指同一部片。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阶段，一如往常的写下一些随笔啊，雨幕观后感嘛，看看这部片让我想到哪些东西，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。一开始啊，造就啊，小额斗内，小额大新，在网站上有斗内按钮。如果你得我做的东西还可以，欢迎支持与鼓励，谢谢你。 好的，Despite the falling snow，这部电影在网络上中文译名是《尽管雪落》，而这里描绘的感情哦，在这故事里，它描绘的感情是有想法的、有意境的，直接翻译成“尽管雪落”就叫字面的意思这样翻译，有点可惜啊。所以我自己就给它一个名字、哦、纵然飘着雪”。第一段提到小说改编，我打了引号。 因为对也不对，所以打引好了、啊。事情是这样的 s h a u i c a Leaf，编剧兼导演啊、哦。他之前拍过一部电影，叫做《I Can't Think Straight》，二零零八年的电影。那个故事里有个女生很想成为作家，那么故事情节就描述那个女生写过一本小说《Before Snow Falls》。所以这部电影今天聊的小说改编。 是另外一部电影，刚才聊的《二零零八》里面的人物的小说拿来这部片拍成电影，有点复杂哈、哦，但我相信你懂的。类似呢，阿朱的表妹的男友是阿花高中同学的驾训班教练，<laughs> 他也是这种感觉，有点关联又不会太有关联。所以说啊，今天聊这部电影，它是小说改编的电影没错，但是这个小说呢？ 不完全，不真的存在在这世界上。好的，我在这里有看到两条故事线，应该说两段关系啊。一段是主线，三十年前男女主角的爱情；另一段是支线，三十年后小侄女与二国妹的暧昧。故事主线讲的爱情，在军备竞赛的年代是有点薄弱、啊，可能那什么 elite。 《精英杀机》啊，那几位高中生还比较像谍战爱情呢、啊，我觉得他。那么故事的支线那个暧昧又很抢戏，看了我会想要多了解一点，电影却又跳回主线。像这样的主线淡而支线浓，那不就小布希跟钱尼吗？还是我应该说钱尼与小布希啊，有那个感觉啊。然而我没有要批评电影的问题很大。 我想说的是，即便如此、啊，主线淡而支线浓，这部电影里的感情还是让我看得很有心得。一切要从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起。男主角表示，选择政治工作是因为他爸指了这条路，党国时代最有出息的一条路。女主角这样说了：“既然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。” 你该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有热忱呢？哈、哦，我靠，那种感觉哦，就像在社交场合，有个人告诉我他是网红，而我直接问他觉得自己可以红多久。哦，那那种初次见面就放大觉是在演电影吧？可是你知道吗？那段对话让我想继续看下去。假如继续看下去的话，男女主角后来在一起。 会有什么样的感情？我觉得我有看见一些特殊的画面。那么，我先聊一下支线剧情：小侄女和恶国妹的暧昧是这样的。小侄女的叔叔为爱叛国，叔叔当时的上司呢，就是恶国妹的爸爸，因为政治责任，他被枪决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是主管，那我的属下叛国嘛。 那这肯定我要负一点政治责任，也不是一点呢，我要负全部的政治责任。那种叛国也就是跑掉了嘛，那我我没有跑啊，我没叛国，所以我被抓起来有有这个味道了。所以啊，二国妹的爸爸因为负政治责任被枪决了，而家庭破碎。二国妹是可以把小侄女视为仇人，你那个叔叔就是叛国害我家庭破碎嘛，所以他是可以把小侄女视为仇人。 而三十年后，各种无以名状的巧合让他们俩见到了面，一眼瞬间暧昧。那问题来了，那样的关系会发展成以爱止战，还是摊牌闹掰之后的你依然是我眼里的依恋？嗯，老实说，电影没有铺陈太多。要说是花，那朵花没开起来；要说是雨，那场雨也没下下来。 哎、啊，我就不想自以为在那边脑补啊，不过这一条支线非常抢戏啊！真的要说啊，我想我会这样说：主线与支线要有明确的区别，类似新娘会找什么样的伴娘是很重要的嘛。好的，先休息一下，听听音乐再回来。 欢迎回来，今天分享的是一见钟情，也可以是有原因的。我梦见纵然飘着雪。好的，继续聊。Despite the falling snow，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，女间谍爱上她的敌人，不够专业。这四个字已经可以讲完一切了。整部片就这样。<laughs> 如果要很严厉的皮鞭或铁鞭，战争爱情常见的人鬼殊途啊，我意思是敌对阵营啊。 再怎么身不由己，最后还是为爱忠诚。其实，在这故事里没那么偷你的心、催你的泪。简单说，就是不够虐，不够好看。是哦，那还写心得啰嗦什么呢？法官大人，草民有话要说、啊。我在这故事里看到的一见钟情是有原因的。什么？一见钟情是有原因的哦？很疯狂的指控，对吧？ 要是一见钟情有原因，奥本海默也会发抖音了。没错，请让我把话说完。还记得我前面聊到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吗？男主角从政是因为他爸，女主角反问那反诘语气。女主角小时候被抄家灭门，来到后史达林时代啊，他恨掌权者，于是啊从事间谍工作。要说那是报仇还是叛国？ 就看你怎么看了，两种说法我是都可以的。但女主角确实有一段复杂的前半生，这是肯定的。男主角相对单纯很多，就学、就业以及就要开始爱了。他听家人的话，听家人的指引，那样走人生路啊，就像早餐店的红茶一样大众口味啊，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做的。 在这部电影里，一场外交晚宴上，男女主角遇见彼此了、啊，是一见钟情，没错。而两人各自代表的复杂与单纯，不用到第三次约会，看完《鬼灭之刃》剧场版之后的散步回家聊天才明白。哎、欸，不用等那么久，当场交谈几句话、啊，在自己心里就能亮灯举牌。什么意思啊？我面前这个人，他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。 这种心跳反应属于爱情里的小理智，占比不高，但会加分。那我想到什么呢？复杂的人不代表他很爱让自己活得复杂，单纯的人也不代表他只想活得单纯。遇见所谓的灵魂缺失的碎片呢，会特别心跳加速。他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，这就为什么会说这里的一见钟情有其原因呢？有时候啊，交谈几句。 就能够感受到对方有自己没有的东西，哪怕还很年轻，也一样可以。这跟年纪没有关系，会感受到就是会感受到。虽然这部电影是谍报，没有烟消的战争，在我心中还是归类在战争爱情。我个人很喜欢看这一类的故事，战争爱情。联想一下现代所谓的和平时代，是可以。宝贝在干嘛？ 而战争爱情里的恋人也是人啊，却不被时代允许。他们在想念对方的时候，可以在那边“嗯啊，在吗？睡了吗？”难道二十二岁赶上二次大战之类的，就自认倒霉不碰感情了吗？我在战争爱情里啊，看见信任，爱他就是相信他。当然呢，我也承认，好比说这部片呢，所谓的那个他、那个他，就是会留给你一生悬念。 失眠、发伤、绿肥红瘦，也许还外挂胃灼热，什么都来。嗯，我不想这样说啊，但那是无可避免的。也只有经历那些虐，还愿意守着情缘。像男主角在迟暮之年拿到那个盒子，你知道的，女生都有很多盒子嘛。男主角拿到那个盒子，里面有一封信，是祖名留给他的朋友啊，不负爱恨，不负君。 纵然飘着雪，可以在另外一个时空感受到那样的纵然，也就无所谓晚了三十年嘛。至少我相信这是真的。介绍这边分享到这边，一见钟情也可以是有原因的。我梦见纵然飘着雪。 是的，纵然飘着雪。那在网络上说你想找的话，应该叫尽管雪落，或者你直接打外文 Despite the falling snow，会有这部片。不太好找，但应该是找得到。它是二零一六年的英国电影，我觉得有点久，又不会太久，二零一六嘛，还好。那么我的心得就在刚才与你分享了。那还有一个非常个人的心得，就为什么我会想看这部片呢？ 对，二零一六年的时候我没看过，我是今年才看的。今年是二零二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 Rebecca Ferguson，她真的是超漂亮的，啊，一定要看。嗯，我常会搞混啊，就是白皇后和白公主。我记得没有错，她是白皇后，就 Rebecca Ferguson。那白公主应该是 j o n i e Comer，Jodie Comer 演的。 如果我又讲反了，你可以留言干掉我。嗯，没有关系，我常搞混这两个白皇后跟白公主。我对 Rebecca Ferguson 的记忆点就是看白皇后。哦，真的就怎么可以古典美人呢、啊？你知道有的人她长得就很适合演古装片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根据没有根据的大数据，女人一辈子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三十到三十九。我明白，这说法很有争议啊。 那是大数据嘛，是讲关联性的，不讲因果的。所以啊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一部片二零一六就是 Rebecca Ferguson 在三十几岁时候的其中一部片。当然要看一下，看的时候就觉得，不管他做什么事情，说什么蠢话，他都是对的，<laughs> 就这种感觉。好的，文章就在网站上，欢迎浏览，也欢迎上网搜寻《雨幕观后感》。那么今天呢，先到这里了、啊。 祝你顺心平安，健康平安，谢谢。